台南大学附近的这家小店，老板的个性标语也是一大特色。店内的座位有的是客桌椅，有的是裁缝机当桌子，气氛很轻松舒服。餐点可以选择单点或者是套餐，套餐也都在150元左右，可以选择面类加汤或者是小火锅，餐后还有甜点跟饮料哦。难怪整家店都是女生居多，副餐可选仙草冻或奶酪，上面还可以加上配料，口感绵细又不会过甜。大家知道小编的英文名字怎么念吗？波伊特，波伊提，不管啦，就叫他阿波好了。